李志臣，208的病人很危险，血压突然降得很低。哦，我去找医生。王医师，王医师，王医师，楼上208号病房病人很危险。哦，我们去看看。啊，大夫，情况很不好。 快送手术室。是。哎，我们休息一下啊。 回家吧。好，王大夫，急诊室里有个病人要你去处理。哼，累哦。哎，这谁插的话，大红大绿的，多俗气啊！我知道你喜欢野菊花，以后花瓶里的话由我来替你画好了。也好，谢谢你。哎，要不要我陪你啊？不用了，你先走吧。 都是我喜欢吃的菜，好香啊！哎，今天真把我给累坏了。对呀，慰劳慰劳你啊！我原本要你回宿舍好好休息，没想到你跑到这儿来了。瞧你这身打扮，跟做菜的手艺，真像个标准的家庭主妇。我在实习嘛。 我这个地方正缺少一位家庭主妇，什么时候麻烦你来替我正式组织家务？讨厌，贫嘴。你知道医院里的同事被都叫你什么吗？嗯，叫什么？奇菜无比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名字取得太好了。奇菜啊，你就多吃点菜吧。你怎么能在这儿替我接电话呢？喂，哦，老师，好，好，是，好的，再见。 谁来的电话？老师。 就是我们院长，要我明天到他家去一趟。嗯，哎，是不是要打你官腔？嗯，老师一向很爱护我，不会的。嗯，再来一碗吗？我喝汤就行了。啊，我吃饱了。你歇会儿吧。 喝杯热茶。嗯，哎，太晚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哎，要不要先？不行了，太晚回去了，宿舍人会讲闲话的。你呀，早点休息吧，啊。
明儿见啊！啊，玉霞，嗯，今天我值大夜班，晚上我要住在护士宿舍。对了，今天晚上你不出去了吧？啊，我休假。哦，对了，洗衣房洗好的护士服要是送来的话，麻烦你帮我收起来，放在床头柜里。嗯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 院长找我们来，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啊？大家都来了，老师，好，请坐，请坐。今天我请大家来，因为我最近应非洲的邀请，到那边去主持一个医疗计划。我这边的事业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托付。 所以我请大家来商量一下。老师医生奉献，现在又要到非洲去展开工作，如果有需要我们的地方，一定义不容辞。很好，很好。我到那边去只是指导性，暂时还不需要人手。不过我女儿快要回来了，我希望有一个能照顾她的人，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哦，我们大家都有责任照顾师妹的。 我想把一切财产都交给我女儿，由她全权处理。至于医院方面呢，我想在你们其中挑选一个人来帮我主持。院长的意思，你们大家都知道的。 我们也没希望了。哎，对啊，现在就看小刘跟小汪的喽。哎，不行啊，我未婚妻在美国。哎，我可不想拿婚姻当事业的垫脚石啊。哎，Mr.，查病房。是。七彩。 大夫，花照你的意思插了。谢谢。哎，我们可以查病房了。好。走。哎，别忘了，在这里我是医生，你是护士。 你的手了吧？可以，不过为了你，也为了我，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。要是别人知道了，会批评我的品德的。哎，谈恋爱跟品德有什么关系啊？难道你有太太了？啊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会影响我的前途啊。哼。哎，玉霞，你生气了？我们的事迟早会公开的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 既然这样，就让我把话说清楚好了，玉霞。你知道，我是个重视事业的人。我认为，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，一个是现实的，一个是精神的。我要娶一个，在各方面都能帮助我的太太。我是护士，我可以帮助你啊。那不够。请你说明白一点。我从小，什么都要最好的。 所以，我做医生，也要做最成功的医生。我一直在贫穷里挣扎。那现在，你不是已经很成功了吗？不是成功，只是开始。我要用医生求得一切的富足。我也是从贫穷里挣扎出来的，可是我对现在的一切很满足。我追求平静的生活，一个人是永远不会满足的。 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，我可能会伤害你。七彩，你什么都可以做，请你不要伤害我。现在我已经把你当成我唯一的依靠了。
不是约好见何小姐的吗？完了完了完了！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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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院长再见。老师啊，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里边坐。坐，爸爸。这是我女儿美惠，这是汪大夫。何小姐，真对不起，今天没赶到机场去接你。没关系。小孩子嘛，不要太过情了。是吗？真不敢当，我回来啊，还麻烦大家来接我。坐，坐。他都找不到人。长得千金从国外回来了耶，听说长得好漂亮、啊。说什么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那何小姐啊，她可会打扮了。长得好漂亮啊，哎，真的好漂亮啊。在说什么啊？我们在说何小姐从美国回来了。何小姐啊，她穿的戴的，通通都是名牌子呢。啊，好会打扮自己哦。鸡婆，你才鸡婆呢！讨厌。你想想看嘛，何小姐他们家里那么有钱，我们在谈些什么？就是啊，玉霞，我们说何小姐长得好漂亮啊。他长什么样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这里的几个医生啊，对他都很着迷耶，像小刘医师啦，丁医师啦。哎呦，丁医生那个儿子哈、哦，年纪这么大了，真得跟小。哎呀，人家有钱嘛。哎，听说哈，院长要给他找一个对象，要在这几个年轻的医生里面挑耶。哎，何小姐身材不错哎，娶到他的人呢、啊，一定有福气。就是嘛。我看呐、啊，汪医师他最有希望喽。哎，我也这么觉得。真是郎才女貌哎。就是嘛，他们两个人呢、啊，最相配了哦。喜欢。玉霞，你怎么了？玉霞，你到底怎么了嘛？没什么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聊天。你走，查病房去。啊。哎，各位，我们下个礼拜有郊游哎。啊，真的？当然了。哇，好棒啊！好棒，好好玩呀，这郊游。就是为了欢迎院长的女儿回来，而且她也要去哎。真的？哇，太棒了！就给她。你看他们玩得好开心呢、啊，我们一块过去嘛，好不好嘛？走啦，走嘛！不要不要，我不去。哎呀，走啦！谢谢你啊。玉霞，你看，汪医生跟何小姐他们玩得好开心啊！听说啊，汪医生在跟何小姐他们很有可能结婚的、啊。走嘛走嘛，我们走嘛，玩去嘛。走啦。我们走了。你往后走下，待会儿那鸡腿都给你吃光了。谁说的？好好，再往后走。好。长得还快的。相配啊。这是哪里的？哈哈哈哈哈哈。
不是病，你是怀孕了。丁大夫，这件事千万不要给别人知道。你放心，陪你来的人都走了，你放心吧。谢谢。这孩子的爸爸是谁呀？我老实告诉你，假如你要保留这个孩子，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而且你的体质不适于生育。啊？为什么？你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你这一辈子只有一次生孩子的机会，绝对没有第二次。为了你自己，为了孩子，为了孩子的爸爸，你要仔细的考虑。丁大夫，我该怎么办？是不是应该先找孩子的爸爸商量一下？对女孩子来说，这本来就是一件麻烦事，尤其你的情况跟一般女孩子不同。你在国外学的什么？啊，学的是服装设计跟舞蹈。哎，那我们两个的职业很相近喽。哎，怎么会呢？服装是装饰人体，舞蹈是美化人生，而我的职业是替人体修理零件的。废话，每一样职业都是跟人有关系的。嗯，说的也是啊。嗯，其实啊，我们两个职业的人生观不太一样哎。哦，为什么呢？你是注重精神，我是讲究实际的。从你归纳的方法看起来啊，你是一个很讲究逻辑的人。嗯，你的看法不一定对。啊，是吗？逻辑对我并不重要。嗯，不过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。上次我经过挪威，想给朋友的小孩带个玩具回来，可是害我出了个大洋相。哦，怎么回事？哦，Miss Chen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我是来送检查报告的，我就摆在外面。好，就搁在桌上吧，你可以走了。谁呀？好，医院里的护士，我的护士。哎，后来呢？结果我走进去一看呢，原来是成人商店呢。真有意思。Thank you.
陛下，哎，陛下，你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走呢？是啊，我们都舍不得你走呢。我是不得已的呀。真的，我们大家都好喜欢你啊。奇怪，万一是怎么会放你走呢？他一直说你是他最得力的助手。因为我有个从小把我抚养长大的姨父，他身体不好，在南部开了个农场，年纪大了，所以我要回去照顾他。那你可以把他接到台北来住啊。嗯，我姨父很固执，他希望我回去陪他。哦，希望有一天你能再回来，不要忘了给我们写信啊。是啊，别忘了写信啊，记得写信回来啊。你们回去吧。再见，再见。怎么，你岑走了？嗯嗯。哎，查病房。陈小姐，你要走了？哎。陈小姐，要出去啊？家庭虽然并不富裕，可是什么东西我都要最好的。在这方面我们有共同的嗜好。哦，你曾经爱过吗？可以说有，也可以说没有。哦，你很暧昧哦。你呢？从念大学开始我就认识很多的男孩子，可是啊，没有一个是最好的。哦，我算其中之一吗？你倒是说话。你是最好的。哦。你们很谈得来啊。爸，你在给我做媒啊？现在父母做媒不流行了，要靠你自己选呢。爸，你放心，我自己啊一定会选一个最好的。好Thank you.
钱小姐，何小姐您好，哎、黄姐您好，您好，哎，哎，好久不见啊，哎，好久不见啊，哦，哇，好漂亮哦，哎、你们看，哎，那个是院长的千金小姐，你看她好潇洒、啊，好时髦啊，衣服漂亮，好有气质啊 ，Mr. 查病房。喂，你真难找啊！我是玉霞，有件事情想要找你当面谈谈。哦，我一定来，我一定来。嗯、谁的电话？哦，一个朋友。嗯，该不是女朋友打来的吧？我哪来女朋友？医院很忙，连找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吗？可以这么说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吞吞吐吐的？你快说。我有身孕了。啊！为了你，也为了我，我们两个现在不能有孩子，那会变成我们的累赘。可是，我一定要这个孩子。玉霞，我不是一直告诉你，我是一个有理想、有野心的人。为了我的前途，我不容许有任何障碍。可是七彩，他是我们的孩子。不，他是障碍。你要听我的话，把它拿掉。不，我不答应。玉霞，难道你不爱我？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。我可以不要我自己，我不能不要这个孩子。嗯、那也可以。不过，你要离开台北，永远不再和我见面。玉霞，我要告诉你。在任何情况之下，我不会承认那个孩子是我的。
什么事啊？哦，没事。就这儿，小姐。啊，何小姐，陈小姐，找我有事吗？啊，没事啊，我只是来看看你。请坐，谢谢。陈小姐，哎，你一个人住啊？哦，我在这儿分租一间房子。嗯，在医院值班的时候住在宿舍里头。哦，哎，陈小姐，嗯，你没有亲人在台北吗？也没有要好的朋友？你是指哪一方面的？男朋友啊。啊，譬如说像汪大夫。哦，不，我跟汪大夫是工作上的来往，没有私人感情。啊，你一个人住不觉得孤独吗？从小我就孤独惯了，在我八岁的那年被我的姨父领养回家里去，一直到我长大。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辞去医院的工作呢？我要回南部去照顾我年老多病的姨父。哦，谢谢你，陈小姐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消除我心理上的疑团。那天我在路上看到你跟奇彩，我还以为你们……哦，我们只是偶然的遇到，做普通的问候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再喝杯茶吗？啊，不用了。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回去吧。是的，小姐。嗨，玉霞。嗯。我今天是大夜班，晚上没有人在家哦。哦，我明儿一大早第一班火车就回南部去了。哦，那我明天就不能够去送你了。再见。嗯，再见。嗯，义卖假房。
就喜欢你这秀丽的长发。答应我，你要为我永远保留它。